生之中总会遇上三个人，第一位是你深信是最爱的人，从碰上了就注定停留在你心，只恐怕他不能同样把这种感情回赠。人一生之中总会遇上三个人，另一位衷心想你做最爱的人，直到永远亦无忧无怨为你等。只可惜在你心，他不过跟你有缘无分，求天主给你最合衬，然而他偏发生，也许上天想给你知道什么东西叫真。你会发问为何缠着你的滴到那样近，其实让你可跟他学习爱别人。总会遇上三个人，第三位根本不会是最爱的人，而对你那份爱亦未算得最深，竟一世共行，全家人刚刚好到了时辰，时机刚刚好改变了命运。如果双方都肯这么走过一生，求天主给你最合衬，然而它偏偏不发生。也许上天想给你知道什么东西叫真，你会发问为何缠着你的逼到那样近，其实让你可跟他学习我。藏在心，却是某人。求天主给你最合衬，然而它偏偏不发生。也许上天想给你知道，什么东西叫真？你会发问为何缠着你的逼到那样近？其实让你可跟他学习爱。然后遇到下一位时更